我跟玲花在排练摔了一跤，哎，主办方啊特别紧张，我的腿骨折了。玲花呢挺好的，主办方就说，哎，太好了，凤凰传奇没有伤到要害。那今天呢为什么我一个人来上节目，因为啊刚刚我跟玲花在那边啊有个演出，我的部分呢早就唱完了。你看我就来跑个通告嘛。一开始接到导演组的邀请的时候，哎呀紧张的我话都不会说了。导演说曾毅，我说啊哈，有没有兴趣来讲一段脱口秀，我说啊哈，就你一个人来哦，我说欧耶欧耶。